的纸啊，它有点带，也是有点带灰这样子，因为它的纸啊是非常非常浅的，就对。这个是 navy blue， hot pink， tan beige， 然后另外一个深色就是这个黑色 PTR 58，价钱是62。free size 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OK。我这里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了。先看它的款式先啊，第一次啊，所以我讲它跟我这个裤子很衬的，为什么？它这边一样啊，是有这样子，很像类似旗鼓这样子啊。它上衣第一次针织面料啊，它这样子来做啊 ，OK。它这边肩膀一样是这样子，有一个 trim 这样子的款式，旗鼓的款式。后面呢就属于一个比较 plain 的，整件它的那个腰间那边是属于一个宽，属于一个直筒的就对了。它这一个 necklace 啊，它是可以拆的啊。你不要的话，你可以它是扣上去而已啊，你可以直接把它拆掉啊，就看你们自己喜欢啊。它这个链啊是可以拆的，我是把它的链啊躲在里面，然后把它拉出来给你们看先。overall 穿了，如果你把链拉出来，它就是像一个点缀，它这边两个扣子它是可以把它拆掉，就看你们自己喜欢了。Okay？我身上这个是 pastel lilac 啦，浅浅的 lilac color， 怎么搭可以搭回我这个 navy blue？ 对，他们是搭的哈，是他们的颜色是非常搭的哈，这两个色号。所以我讲买了这个裤子，不懂得怎么搭，直接带着我这一件上衣这样子来搭就好了。袖子是属于一个中袖，把该遮的部分都遮完了，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没有拉链，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就从头套，它属于一个 round neck， 不是那种的灯内了。你看啊，还有空间的 ，OK。其实明啊，你穿的时候它会比较难下一点点它，可是它穿下来是不会勒紧的 ，OK， 它是不会勒着的哈。来，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基本上我们的建议，你穿这样子的西装裤上衣把它搭进去会比较好。我现在是 navy blue 衬了这个 pastel lilac 的颜色是非常搭的 ，OK。助理一样，助理是穿着黑色啊，这一件上衣，所以要赶快啊，这一件上衣的数量很少而已啊。面料这个针织面料一样是非常 soft， 非常柔，很舒服，凉凉。它不是凉凉，它是比较滑，很像 baby 的那种衣服这样子。非常大弹力，对了，这个的面料是非常大弹力。据说这一件啊，可以上围我们建议是可以到98，穿在我身上拉伸还有这么多的空间，一样啊，腰拉伸是有空间的哈。所以说，给任何你上围100，你能接受贴身没有问题啊，是穿不到，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大弹力的针织面料，上衣面料是比较柔 ，OK， 非常舒服，加上袖子方面是一个中袖，所以说把该遮都遮完了。毕竟有些女生说，哎，我的手臂比较粗，我想说袖子比较长的。这个啊，确实是属于一个四分，所以说把比较赘肉的部分都遮完哈。那么上衣你们下单打 quick color， 不要打 size 啊，上衣是 free size 哈，记得下单的话不要打 size， 打 size 留不到 ，OK， quick color 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链不要的话，你们自己拆掉就好了哈。pastel lilac 来颜色收给你了，然后是到 Karen 你的是黑色，然后是pastel lilac 一样啊，两个色收了。来，一样，我换了 navy blue 衬搭回了 silvery gray 的裤子是搭得到的 ，OK。所以买了上衣，买了裤子，不懂得怎么搭，直接带走我这一件上衣就好了，一样让它袖子。如果你还没有收到 link， 你删除的话，我们是发不到 link 给你的哈。谁删？你删掉 link 了，我们收不到哈。OK， 你收不到。Karen， 抱歉啊，你不要删 link， 你删 link 了你是收不到的哈。sorry， 你删了留言是收不到 link 啊，不要删留言哈，不要删留言哈，谢谢。凡是你删掉你的留言，我们一样不保留。OK， 我现在身上的这个是 navy blue。买了这个 silvery gray 的裤子，整体想要搭起来比较特殊的颜色，我觉得你搭这个 silvery， 因为你这个蓝还没有收到 link， 你删了嘛，所以说你是收不到就没有保留了的哈。OK， 你可以 inbox， 还是你要 inbox 下单哈。OK， 我是 navy blue 衬搭回了 silvery gray 的上衣，显瘦的来很特殊。
这个链呢是 detachable 的，它就是扣上去的。如果你不要，你可以直接把它拆掉就好了，就像 accessory 这样子。OK， 它记得洗的时候不要放上去脚哦，一定要拆下来。对了，拆下来，拆下来。OK， 我身上这个是 navy blue， 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戴。虽然说它的腰是属于比较直筒，可是它穿起来会看去会有曲线，是因为它这一边这样子的压线啊，所以面积上你的身体的部分只是看你会视觉上是在这一边中间，从这一边开始算啊，所以它有那个修腰的那个版型在那一边。想要显瘦 ，OK， 可以考虑带走这个 navy blue， 或者是刚才助理身上穿的黑色。转动一次后面是这样子的 ，OK。整体穿起来这个面料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很柔，很包衣服的面料非常非常柔的针织面料哈。啊，关注你的是 navy blue， 杰西你的是 pastel lilac solar。不用怕说这个面料不适合我们的天气啊，这个面料是适合，基本上风扇 under room temperature 是 OK 的就对了。来，我去换 hot pink 给你们看先。就是下你们下单上衣的话啊，打 cut color 啊，不要打 size 啊，可以上衣是 free size 来的哦。就说给你们买了上衣的不知怎么搭配，给你们就说想要上班搭起来比较职场风的 ，OK， 可以搭我们这个已经介绍了的独家款的裤子 ，OK， 直筒裤管的一个裤子。所以说上衣它是 free size 啊，裤子是有 size 从 S 开始它到 XL， 我穿的不是它啊，那边是啊，上衣上围腰围都还有空间，所以说整体来讲平时 XL都没有问题哈，这个款式 OK SML 都穿得到哈。上回我们介绍到98款这个款式哈。就像我们每次讲的蓝跟粉啊是非常搭 的哈，这两个色哈。我现在 navy blue 衬搭回了 hot pink 的上衣是非常搭的。梦露哥这里面这个 hot pink 算是比较出彩的颜色，出彩的来，你又不想太过 bright 的话，你是直接这样子啊 navy blue 衬搭回 hot pink 更好看。所以说是属于一个如果是说没有搭的话，你觉得哎它好像很奇怪，可是搭的话它感觉是就是说它们是非常非常可以融合在一起的一个颜色哈。Navy blue 衬搭了 hot pink 的上衣 ，OK， 链现在我是把它拉出来了 ，OK， 如果你想还是还有一个方法，你把它放进去的话啊，它穿起来。它只是微微看到这边两个金色，也算是一个款式 ，OK。它是可以直接拆下来的，拆给你们看先啊。昨天你的是 pastel lilac solar， 它只是扣上去而已啊，它是可以整个这样子拆下来的。如果你不要的话，那一天你不想带它的链出去，你直接把它这样子拆下来，记得你洗的话一定要拆哈。对了，洗的时候把它拆下来 ，OK。完全没有那条链的话，整体穿起来它就是这样子，一样是有款式，因为它这边这样子 trim 压线，然后腰间这边这样子压线 ，OK。我身上穿的是 hot pink， 想要穿起来比较 outstanding 的颜色，比较特殊的颜色 ，hot pink 配搭这个 navy blue 的裤子是搭的，属于比较属于前卫的配搭，比较前卫的配搭哈，这个颜色哈 ，OK。hot pink 配搭 navy blue， 来我去换 tan beige 给你们看先。然后 Mate 也是 Navy Blue， 然后 Tan Beige 两个色流的。
较性感的颜色，有我身上这个 tan bag， OK。之前我们有个款啊，长袖的 ，OK， tan bag， 很多顾客找不买不到啊，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色 ，OK。还是之前谁买了我们很多那卡其色，还是上个星期 Golden Brown 的裤子，一样是搭得到这个 tan bag， OK。我现在 tan bag 配搭了回了黑色，对，是搭得到的。那么呢，这个上衣如果你要比较裸色系的话，可以选择带有 tan bag。对了 ，OK， 它是浅比较柔的那个 tan bag， 不带卡，这个不带卡 ，OK。你看啊 ，tan bag 穿起来，它就很明显看到那个线，那个 trim，OK、okay?。因为深色的话就没有这么明显 ，OK。想要带出来比较复古兼比较性感的颜色，带走我身上这个 tan bag， 你再搭回那种卡其色 brown color 的话，整体上穿起来就比较韩系日系 ，OK。上班，所以其实它这个款式哦，我们这件上衣，它所有的颜色上班都是配搭得到的，尤其是你下半身衬黑色的裤子的时候，你上半身任何一个颜色都搭得到 ，OK。上衣再拉多一次出来给你们看，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大 A， 可以选择大 A 和不大 A 都没有问题，因为它这一件上衣的长度它不会造成五五 ，OK。我是上衣的是 patch 流的，来，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先。就说颜色方面，这个款式颜色选择比较多，对的。没有 fishy pink 啊 ，OK， 沙发是没有 fishy pink 啊。fishy pink 我不要卖了，这就明显的。Alicia， 我会发那个啊 pink 的资料去你的 inbox 啊，你检查一下。因为我们的手法是不一样啊 ，depends on 你买的 items 啊。如果你是 for West Malaysia， 就是买五件我们就会包邮哈。因为东马的邮费起得太贵了，加上便宜的，你要想一下，邮寄公司都可以做到倒闭的，所以说便宜的都倒闭了。讲真的，他们收很便宜那些之前啊，就是说比较可以接受价钱。真的是倒闭的、啊、不夸张哈、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得选，我们要用比较贵的，因为真的没有得选，它现在的贵来讲算是最便宜的了。来，你们有非常优惠的那些可以介绍吗？可以介绍吗？因为我们找完了，全马来西亚应该找不到了，可以讲真是找不到了。就是说非常优惠，然后是当然服务的话不可以太差了 ，OK？ 我们这一次有一些是服务很烂。然后他价钱就乱乱收，所以说一个包裹收了我100多块，所以说那间我们已经是除名了，变成除名了。Blacklist。来，现在主播换了黑色啊，最显瘦的颜色，你们可以选择黑色 ，OK？ 选择一样，这个上衣的话，颜色方面啊，你们如果要显瘦的话，你们可以选择黑或者是 navy blue， 对， okay. 这两个色你们可以二选一哈。那么要比较时尚的配搭的颜色，你们可以选择 hot pink， 然后是比较裸色的 ，OK， 裸色就 tan match 啊，还有是比较女人味的，带走这个非常浅的紫色。OK， 来了 ，pastel 来了，六个色 ，OK。白色呢？我还有个白色，我的白色呢？有人可以介绍 for East Malaysia 非常优惠的邮寄公司吗？显瘦的话有两个色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白色，我好像还没有穿白色，来，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那个白色白搭的颜色可以选择白色。白色这一次我就衬回短裤给你们看 ，OK？ 或者是搭个牛仔吧。刚才我有白搭的牛仔啊，你上你的加黑色啊，收给你了。所以说这个牛针织上衣啊，喜欢的话一样啊，不要只是带走一个色啊，毕竟是说款式方面是全新的啊，这个 OK， 我们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哈。
来这是白色，我穿了牛仔，我就不要答应给你们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OK？ 基本上如果你不答应，它不会造成五五啊，因为它的上衣的长度是刚刚好，答应和不答应都没有问题。当你说要看起来比较上去比例的话，比较分明确定，我们就说这里打印比较好看。OK， 来最显白的颜色，然后说大牛仔显您清纯的白色哈。OK， 白，显色的话有两个色，黑或者是 navy blue。OK， 黑或者是 navy blue。我身上的白，再来比较性感、比较裸色系的话，就有这个 tan beige。然后 among 六个色里面比较特殊的颜色、比较纤维的颜色会是这个 hot pink。然后比较柔的话，就有这个 pastel 来了，六个色 ，PTR 58，价钱只是62 ，OK。Free size 我和助理都是穿同一个尺码，而且每样都可以穿，对啊，对啊，稍微可以到98，能接受贴身100没有问题哈。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下一个款是短裤啊，也是其中一个爆款补货的短裤 ，OK。短裤有四个色，酒红。Sky Blue, Midnight Green 还有黑，是助理是穿 L size 啊，跟助理的尺码是需要 L size 的、啊。太小了。嗯。Despair 你的是 navy blue 上衣留了。如果上衣需要 navy blue， 应该是最后几件呐、啊，应该是最后三件而已啊，所以要 navy blue 的动作快哈。裤子的裤是 ZPY06， 价钱是79 ，minimum size 79，一样是有厂家规定，不可能你穿 L 啊，这边你放 M78。不要看错了，ZPY06，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啊，这一件是穿 L size 啊，四个色啊，黑。